哦，无闲几工啊，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主题分享，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请收听每天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进行到七点的暗时播报，我是朱麒麟阿秋，又是全新的星期一，12月19号，今晚先为大家报道今天的重点新闻。报报重点新闻。中国当局放宽严厉的防疫措施之后，包括北京等多地染疫人数暴增，网络上满是染疫者及亲友的亲身经历及批评抱怨，包含就医困难、药品断货等情形。北京市急救中心统计，急救专线120成为热线电话，来电量是平时的6倍，导致就医延误。美国之音报道，微博在此时启动了有关北京疫情的热搜话题和关键字审查，前置民众相关的讨论动作。欢迎新闻报刷，今天一个为大家报上一条较轻松的歌曲。哦，这首是儿歌，不知道大家的童年有没有小马哥所陪伴呢？阿秋是有啦，哦，阿秋是差不多80几年出的，这个是农历哈80几年出的，好，它叫做《小青蛙》这首歌哈，叫做《小青蛙》，来自小马哥这个儿童绘本的其中一首歌曲，大家一起来欣赏。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加嘴胶片啊，扎嘞，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其实打破阿公，咱就爱出门。海风微微啊吹，来到海中，咱地就是咱岛，大海是咱母亲，做世人不惊日头。讨海人不怕风影，地有咱的寄托，海有咱的恩望，鱼仔广播电台，大天来作伴。春夏秋冬，咱是一家人。台湾有山海港，大家拢平安。农业有四季红，抓鱼快乐出棚。做事人不惊吹风，讨海人惊流汗，地有咱的寄托，海有咱的愿望，渔业广播电台，大家来作伴。收听渔光上界轻松，咱的土地满满的温暖，咱的大海满满的希望，咱的空中有关怀，有歌声，有笑声，喜悦广播电台是你永远的陪伴。喜悦广播电台 AM 七三八一四三，依然一五九三，收听渔光。上界轻松，抱抱，趣味单元。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到来暗时宝宝，我是周杰伦阿秋。今天是星期一啦，大家喜欢我们的拜一单元主题是万不介绍。
今仔日咧，咱要来介绍一种台湾的特有种，叫做翡翠树蛙。哇，翡翠，是啥物色啊？是毋是绿色的吼？安尼青青啊，青草青草啊色啊，翡翠树蛙了吼。好啊，叫你好听着，来，坐过来看伊的资料。翡翠树蛙，学名 Rangisalus blasinatus。翡翠树蛙属于台湾的特有种，嘛是保育类，形态特征，伊的体型中型长长。公的差不多会使细到五公分至六公分，母的较大只，会用细到六公分至八公分遐尼长。头部翡翠树蛙的头长大约比头壳较长小块，吻端钝圆或尖，吻端就是指伊的嘴角遐吼，有两种形的。上唇呈现白色，骨膜明显，眼鼻线以及颞褶金黄色。颞褶就是伫个伊个目睭后壁迄个迄撮吼，但有些个体金黄色不明显，伊个脚趾片呈现翠绿色，皮肤粗糙，有许多的颗粒。身体的侧面呢，从吻端到骨部有一条白线，白线下方缀有一些大黑斑。腹部白色，有许多黑斑以及圆小颗粒。前肢背面呈绿色，外侧白色皮瓣不明显。指端的吸盘呈现黄色，指尖有微蹼，后肢背面呈绿色，骨部内侧有许多大型的黑斑，有时黑斑会相连成黑线，外侧白色皮瓣断断续续的不发达，倒是指尖蹼以及指端吸盘比较发达。第二性征，雄性较小，有单一咽下外鸣囊，相近种类比较。成腹树蛙腹侧橙红色，没有黑斑；末氏树蛙体侧没有白线，红彩颜色橘红色。分布的范围，此特有种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南北势溪流域、宜兰以及石门水库等等低海拔山区，例如新店的广兴、乌来的娃娃谷、宜兰的福山植物园，还有宜兰的礁溪等地。繁殖期，除了这个较冷的寡人以外，几乎呢整年都会鸣叫繁殖啦。但是是以九月到十月秋天，还有四月春天上活跃啦。行为，雄蛙通常会在水边的植物体上鸣叫，叫声是短促的呱呱呱呱。哦，今嘛放给恁听一下哈。雌蛙受到雄蛙叫声吸引，会主动接近雄蛙，并且在树上形成配对及产卵。有时候雌蛙产卵产到一半的时候，会带着配对的雄蛙跳到水中吸水补充水分，然后再回到树上继续产卵。有时也会出现一只雌蛙和多只的雄蛙配对产卵的现象。哇，胃口这么大。产卵，每次大约会产300到400颗的白色卵粒，埋在淡粉红色的泡沫卵块中，经常好几个卵块聚成一大团。卵块经常会遭受到苍蝇寄生而长蛆，导致孵化失败。翡翠树蛙的蝌蚪，蝌蚪算是大型的，深色，散布许多褐色的细纹，尾鳍高而发达，呈波浪状。好啦，这是有关台湾特有种翡翠树蛙的相关资料，先介绍到这。咱先来休困一下，我去了，再来继续来关心翡翠树蛙的相关资料。先来给播送一首歌曲，翡翠翡翠，来听一条翡翠鼓，来自李翊君小姐，所演唱，大家坐回来欣赏。
人去这么多，你还有闲泡茶哦？现在就我们家在顾店啦。阿姨这边出来，快回来厝里倒三工，感觉没什么同样呢。哎，你敢知道龙主是怎么会回头吗？是怎么哈？因为爱，我劝他回头，不要再乱留恋啦，先爱自己哦，才不会伤害爱你的啦。对啦，金星人回来到社会，用爱收听，大家都应该支持啊。哦，他现在比我更高主菜了呢。用爱收听，协助毒品金星人回来到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中游，可是鱼是什么啊？诶，是不是恐龙啊？应该是吧。海洋遭破坏，鱼儿不再来，网开一面，鱼儿更自在。渔业广播电台，请您正视海洋生态环境保育，不过鱼，不污染，栖地不破坏，别让下一代不是鱼滋味。Hello， 欢迎来暗时播报，我是主持人阿秋。哦，今天的播报台湾主题有一个讲到万不介绍。咱拄则甲各位介绍着翡翠树蛙的资料了吼，那么咧，今嘛继续来为伊做补充。
如何快速鉴定翡翠树蛙嘞？哈，没想到怎样讲，这只敢是翡翠树蛙哦。首先，它有四个要素哦，你可以去观察哈。它是一种中型的青蛙，然后背部是翠绿色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它的脚趾，趾端有没有吸盘，有的话才是翡翠树蛙的可能啊哈。第三点，眼鼻线以及颞褶呈现金黄色。第四个，体侧以及四肢内侧有许多的黑斑。好，以上就是可以以这四个点啊去判定这一只青蛙有没有可能是翡翠树蛙。翡翠树蛙最早的发现记录是在台湾北部的翡翠水库附近山区，因此才会被命名为翡翠树蛙。翡翠树蛙几乎整年都可以繁殖，但是以春天四月还有秋天九月到十月两个季节为主。翡翠树蛙会将像这个肥皂泡泡的白色卵块产在水边的植物上或积水的溪沟边。目前翡翠树蛙的分布范围仅局限在台湾本岛的北部雪山山脉北侧地区，海拔1000公尺以下地区，包括了南北市溪流域以及宜兰靠近雪山山脉的丘陵地，例如新北市的新店、乌来、宜兰县福山植物园等地。因为分布局限，数量稀少，栖息地的破坏对翡翠树蛙来说具有十分严重的杀伤力。为了维护山坡地的水土保持，而使溪沟水泥化，农药以及工业污染造成水质恶化，加上土地开发等等这些人类活动，使得翡翠树蛙失去他们赖以为生的家园。翡翠树蛙濒临绝种，应该要如何做保育呢？有没有什么团体啊？哎，有，这边有说到哈，翡翠水库管理局委托了财团法人台北动物园保育教育基金会，特别办理了翡翠水库区翡翠树蛙生态资源调查。调查的期间为2020年的8月到11月，每个月调查两次，总共有8次。在2020年这个时候啊，不但成功富裕了翡翠树蛙的族群，并了解到他们在水库区内的分布情形。台北市立动物园保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陈四龙博士表示，由于翡翠树蛙在天然环境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围栖地来产卵，人为提供大型的积水容器可以吸引到翡翠树蛙前来利用产卵。调查人员在水库区内绝缘步道、生态调节池附近、大坝左岸以及右岸步道和大坝公侧步道等等5个样点，放置了大型水桶共12个，营造利于翡翠树蛙产卵的繁殖地环境。陈四龙博士进一步说明，经过8次的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大坝右岸步道外，其他均已经成功吸引了翡翠树蛙前来利用产卵繁殖，可见富裕的情形相当良好。翡翠水库管理局的刘明龙局长表示，翡翠水库属于水源管制区，在长期保护下使得生态自然发展，丰富的生态和物种的多样性也反映了水库区保育有成。关于翡翠树蛙富裕调查成果资料，将作为翡翠水库环境学习中心的环境教育课程题材，欢迎民众和机关学校团体到翡翠水库体验生态之美，并深入了解水库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意义。保护有成了，保育有成了，非常的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呢，大家都可以放心了。不过呢，这资料阿秋是找到第100年的资料了，不过现在已经过了11年要12年了，
一二，这个是一百年的，也有点差距哦。好，希望他们就持续推动这个调查计划，然后可以维护生态啦，也可以持续的追踪到底这些树蛙的数量现在有没有繁殖的更多呢，还是趋向减少呢？哦，持续追踪下去，这样呢，大家才可以生生不息呀。好，物种绝对不能灭绝啊，是很悲惨的。本来生物就应该要多样化，这样才会好丰富。好，时间的关系嘞，差不多要进入尾声哦。安息宝宝，对不起啊，辛苦就来了。最后为大家播送一首歌曲，嘛是翡翠，翡翠情缘这首歌是谭咏麟演唱，大家做回来欣赏。再遇见，虽然经历不同尝试和体验，时间会把记忆褪色沉淀，还好感觉始终没变。我还爱听抒情感染音乐，你还带着一样的翡翠项链，我们这样绕了一个大圈，原来错过就在起点。感应的不只是思念，难怪最近我们常失眠，看见的画面都是你的脸，放你在心里的每一天都是永远。相约了这个缘，勇敢去追不会累，只要相信就更靠近一点，不在乎错或对。相约了这个缘，宿命留恋不妥协，都说感情是该随缘，答案等我们去发现。失眠，看见的画面都是你的脸，放你在心里的每一天都是永远。相约了这个缘，勇敢去追不会累，只要相信就更靠近一点，不在乎错或对。相约了这感情是该随缘，答案等我们去发现。相约了这个缘，勇敢去追不会累，只要相信就更靠近一点，不在乎错或对。相约了这个缘，宿命留恋不妥协，都说感情是该随缘，答案等我们去发现。